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大家快速的讲解一下 SP.NET 呢，要如何做到平常我们在网页啊，或是游戏上啊，看到的一些计时器或是时间更新的一个功能嘛，类似 Windows 右下角的一个日期表或者时间表。对，那这边呢，我们一样移到我们左边的工具箱，然后打 timer。把新增进去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timer 是 AJS 底下的扩充功能嘛，然后新增进去呢，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内建记忆器嘛，顾名思义 timer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储存，然后去 run 一遍，然后看到我们的画面视窗，诶，奇怪，它这边就会写 ID 它的 timer one 嘛，控制像它上面的页面必须它少了一个 secret manager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用它的这个 timer 嘛，你前面一定要先出现过 secret manager 的它的控制项，所以我们把它拉进来，然后我们再去跑一遍，我们就会看到它不会跳任何错误了，不会跳任何错误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，到我们后端这边呢，这边打我们刚刚的 timer one，然后点 interval，这边把它打1000。它的数值呢是以毫秒为单位的，所以这边如果1000的话就是等于1秒。那我们播放看一下效果，然后我们就看到，诶，它每1秒就会一直刷新，一直刷新这个页面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回到我们前面这边，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到设计页面点两下，它就会跑到我们 timer，当它每一个 tick 它去变动的时候呢，它就会做一个动作嘛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回到我们的工具箱拉一个 label，然后我们的 label one 嘛，我们去变更它的 test 等于多少？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带系统念的时间嘛，所以我们就打 C# 念内建的一个 system，然后 data time，然后我再打一个点，now，然后之后呢，这边它就会说，哎，你没办法转，所以你必须要把它转成 toString。之后我们播放，我们就能很成功的看到它一个效果，它会一直刷新，然后时间就带出来了，时间就带出来。可是这边呢，就会有人问说，哎，可是它一直在刷新页面啊，我到时候如果有一些资料库什么东西。那我总不可能让它一直刷吧，一直刷，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局部更新嘛，就是它只有这一个 label 会去做一个更新，label 会去做一个更新，要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在左边一样是 AJS 扩充功能这边，我们要拉一个 update panel，然后呢，我们在里面打它的标签，这边就有一个。Content template 就是内容的样板，这边我们就可以自己把东西塞进去，然后就把我们刚刚打的这个塞进来，之后呢，我们再去播放，然后拉过来，仔细看哦，我这边它就不会一直刷新哦，它就只会局部刷新这个地方，而不会去刷新整个页面，不会刷新整个页面。那到这边的话，我们简单的时间表就完成喽。这样我也可以把它应用在，比方说，我平常可能想要去做一些刷新人数或是什么东西都 OK，只要我把它放到我们 AJS 底下扩充功能的一个控制项嘛，Update Panel 跟 Content Template 里面，之后我们再去后面设定它。每几秒刷新，这个就是毫秒，那我就要除以10^3，所以就是一秒。然后呢，当它每一秒扣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扣我们这个 function call back 回来，然后它就会一直更新这个文字，一直更新这个文字。好，那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喽。如果还有问题，网友再向我发问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